反虹吸管有咩用嘅咧？当楼上排出污水嘅时候，渠管里面会产生吸力。如果冇咗反虹吸管，就可能将楼下隔气歪管里面嘅水吸走，咁即系臭气同病毒有可能通过渠管入屋。反虹吸管系要平衡气压，减低卫生嘅风险。呢样嘢好紧要噶。 最紧要唔好乱改，唔好拆。有问题就要揾合资格嘅建筑专业人士啦。嗱，check 佢啦喂！想 keep 住渠管健康，快啲上 YouTube 睇片啦！